郑女士，你是说订购了我们三高代谢宝，收到之后是每日吃两次，每次三粒，即是一日吃六粒啦，是不是这样？吃了第一次呢就有感觉啦，感觉到呢那些痛呢即是减了成半，是不是这样？是啊是啊，即是可以爬到山啦。原来你是怎样爬不到山啊？原来我以前呢就跌伤了只膝头哥，在楼梯跌下来，咁啊早六年前跌亲噶啦，一直都痛咁啊！你知道我喺做工跌嘅，所以佢公司都一直睇我，睇到而家又俾西药我食，又俾电疗，都冇咩效。而家就越医咧就越系冇力添，有时都行下都想跌，行下都想跌，冇力啊！我唔知点解，咁佢哋一直都医唔好我啦。可能又是吃药吃多了，给三种止痛药我吃，你吃不得加多一种，又他又加多一种，现在就影响到我眼都不是看得清楚添啊。这只药我女儿吃了是对眼不好，但是如果你不吃呢又周身骨痛的嘛，那不如你想下啦，你究竟用眼蒙一点好啊，定是周身骨痛，等我想来想去，想来想去都不知道怎么办。另外呢我想问一下你啊，郑女士，你说你嗰啲周身骨痛呢其实係有几多年历史呀？如果坐骨神经嗰度呢，我就係坐得耐呀痛啦，嗰度就好几年啦坐。但係腰痛呀同埋手脚痛呢啲係最近呢两三年嘅啫。咁你第一日食咗三高代谢宝呢有啲咩感觉呀？好似好 relax， 好似好松咗，我又觉得好神奇啦。我因为我一醒我话哎呀点解咁好嘅，我成日都觉得自己周身都好似好紧咁，半夜咁都系紧到啊，整醒到我咯。佢紧啊痛啊嘛，咁啊整到我瞓都唔瞓得好。我食咗呢几日就瞓到好似只猪咁啊，行雷啊，闪电啊，落大雨嗰度个个都话哇行雷行到嘣嘣声，屋都震晒啊，我都唔知醒嘅，我好瞓啊，我咁讲，又好好瞓添啊，食咗呢啲，我哎呀快啲介绍多啲朋友啦咁样。我女而家都信啊，见到我咁嘅情形，佢虽然间冇同我住，但系我琴日去见过佢咁啊 show 俾佢睇啦，妈咪行得山添啊，佢话系，以前你揸住啲拐杖，又揸住个轮椅。而家都唔使揸拐杖咁，系咁行上去，行翻落嚟喎。咁你食咗几多日啊，就可以咁样行到啊？三日咯，食咗三日就已经行到。神奇冇啊，系好神奇喎！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，食咗三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，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。但系我食你哋呢啲咧，我将嗰啲西药啊减咗一半，我谂住有糖药助阵啊。咁你以前痛醒咧，会唔会去夜尿啊？以前就会啊，要几次夜尿添啊。咁我而家呢三日都冇夜尿啊，我唔知醒啊，咪一路瞓到天光先醒，咁啊瞓六个钟、八个钟先醒咁，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。以前因为痛醒到啊嘛，一醒咗就要去，一醒咗又要去。哦，多谢你哋啊，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，都好似过翻正常嘅生活。好多謝你嘅分享，阿謝。